田秘诀。大家知道台南是江南平原啊，这个蔗田最多的地方，所以早年台南的糖厂最多，糖厂当然就是要制糖，所以我们西营田秘诀也一方面呼应一段过去的历史，我们台糖的工厂在西营，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田秘诀，一方面希望大家都甜甜蜜蜜的，一方面也呼应过去这段历史。那在11月23日跟11月30日这两个啊，这个啊两周里面啊的这个假日啊，都欢迎大家来参加甜蜜节的相关活动。过去我们举办甜蜜节也获得了广大的回响，许多好朋友都喜欢来甜蜜节看看，吃吃喝喝，逛逛买买。那但是很重要的，呼应这段历史，希望大家来回应过去我们啊阿公阿嬷过去那段甜甜蜜蜜的历史。我们也请来最佳的代言，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哦。